还学会偷东西了？那本来就是我的工资卡，怎么是偷呢？我还要问你呢，那卡里的钱上哪儿去了？你弄的？幸亏我给转走了，要不然都会被别人骗走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怎么知道的？你最近交了一些新朋友，昨天晚上你又折腾了一宿没睡觉，我猜个大概，钱被骗光了吧？ 你说那些骗子也是哈，太没眼力了，他怎么就挑上你了呢？我跟你说，你梦见的人就是这样，缺心少肺的。可是对付我，那真是一门灵，全家齐上阵。你们梦见的坟头真是冒香烟啊，运气怎么就那么好呢？我娶了你真是算了我倒了八辈子血霉了。李锦，别提多像你了，紧随你们孟家的血缘，既被别人骗钱，又骗感情。 就这点跟你特别的像，你也就是嫁给我了。你扪心自问，这辈子我对你怎么样？我有别的邪的歪的没有啊？我不是就是想挣钱吗？我挣钱为什么呀？不是为了这个家吗？闺女现在这样，就是你的原因。你说这闺女你是怎么教育的？哼，这是下半个月的500，比如我没给你啊。